干啥啥不行，配将第一名。我是妙计周郎。当小伙伴们看战报时，发现遇到的敌军都是控制战法，结局惨败收场，很生气啊，就想骂人。明明自己队伍都是输出，却总无法输出，这些控制战法真的让人讨厌。今天周郎就给大家带来一对完美控制链的黑科技。话不多说，看战报，对战孙权、吴起。准备回合，我方举手发动战法白马一丛，我方全体获得先攻状态，全体主动战法发动率增加，随后发动尖筒阵军，让貂蝉、张角的畸变效果施加，发动圣器对敌方施加缴械效果。战斗开始，我方貂蝉率先发动闭月，对敌方孙权施加计穷效果，联动尖筒阵军的畸变效果，对敌方孙权的计穷增加一回合。紧接着张角固守五雷轰顶，对敌军孙权施加了震慑效果，联动畸变效果增加其一回合的震慑效果。随后张角对敌军周泰施加震慑效果，并且再次联动畸变效果，令其震慑效果增加一回合。联动了五雷轰顶，触发太平道法的奇谋，对敌军孙权和周泰造成高额伤害。我方每回合都对敌军造成负面状态和控制，联动畸变效果增加一回合的负面状态和控制，非常的恶心啊！敌军基本每回合都处于控制和负面状态。最后我方以高额输出伤害和连环控制，敌军一点输出都没有就被击败，能不生气？能不骂人？这就是控制流黑科技。